主料，土豆两个，辅料，油，盐，醋，花椒，大蒜。准备时间，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十分钟内。土豆切成粗细均匀的细丝，用水冲泡一下。锅内倒适量花生油，油热后放入适量花椒粒，倒入切好的土豆丝，翻炒一下，倒入适量米醋，放入适量盐，放入切好的蒜末，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放点花椒粒爆锅会比较香，不要用陈醋，颜色太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